有大佬。 我就喜欢补你，哎，我这里啊！不要急，在哪儿，王哥？哪儿丢的？一楼左边。就挤，就挤，就挤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。路上一路的，我就上了。路上一路的。操你妈！倒了，倒了。二楼倒的，二楼倒的。一楼也倒了呀。我只有闪。 走走走，过去吧。OK。错的，在这。哪个？在他们那儿的吧。标点，标点，四标。哦来。你尽管送，我来补。看这枪补的。在这给你挡一下。没事没事。先方位。 走，看这组。有没有特别安全的地儿？找到地儿没？我找着啊。这。直接反他们。哎呀！还好我过来，还好我。闪错了吗？哎！太准了。 他补那么多，我操！哎，兄弟，没法，该死，屁股后面也来了，车在哪儿？哎，听我听错了？啊？说实话啊，我一开始往那个仪表跑的时候，我就是看到个人影儿，我才回来了。没事，这没问题。哎，山上有一个，山上。我操！我操，这个准。 傻逼，不进圈了是吧？摔死！还他妈狙呢，还他妈狙，你爹已经死了，还点呐？